前辈，舒伟哥，好好说话，前什么前辈？做老婆哪里找的？看一下右边摄影大哥，新郎太紧张，新郎不要紧张，有吗？明显吗？再接晚一点，我结过婚了。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新郎不紧张？有没有可以建议一下的？因为建议一下，请用意。后边的喇叭，喇叭。你要转一下，转一下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转一下，看不到。还要麻烦要左边一点，转一下。哎，对，转一下，转一下。哇。好，再好，先转，对对。因为看到舌头了，然后变大。好，这个角度 OK 吗？可以哈，帅气三连拍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右边。啊？对，你觉得这样有够帅？够够够，他不需要任何的动作就很帅。哦。哇。很开心，就是自己终于走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很开心今天可以跟我的前辈舒伟哥一起好好说话。前什么前辈？我还没加大前辈呢。好，没有，谢谢。老婆很辛苦，她自己亲手写了大概300多份的这个祝福卡小卡，每一张都不一样，每一张都不一样，而且绝对不是抄袭的，她全部自己想出来的，然后我只负责签名就好。哇，做老婆哪里找你看？上礼拜我们有彩排，然后金颖爸爸其实有来试彩排，他愿意相信我，我觉得我真的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。Energy 里面其实有几位已经是人夫，他们有没有传递，就是传授你一些婚礼的一些小 tip 这样子？因为达哥跟乃哥他们都已经结婚，就是有经验了嘛，就是他们就传授我一些婚礼上面要注意的事情。然后就是今天一定要开开心心的这样，因为一定会有很多突发的状况，对，但就是享受它。那有传说当人夫的 people 吗？就是工作当中不要关静音也是对的，就是什么都听听静音的。有保保护鬼，保护鬼。有规划后续会有备孕吗？想要生小孩这个部分？会啦会啦，会有计划。